托马斯准备去公园的海盗船上玩耍。哔哔，在茫茫大海上，行驶着一艘海盗船。船长是个很凶狠的海盗，他去过世上所有的海洋。啊！就是我，海盗大胡子托马斯，我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盗。啊！没有一个海盗敢惹我，更不敢打我金子的主意，因为我会让他们从木板上跳下去。如果有人想知道我这个海盗到底有多厉害，我会让他骑着炮弹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飞上天。没有一个海盗会蠢到来挑衅我的权威。你好，我就是来挑衅你的，大胡子托马斯。是谁在说话？就是我，海盗大胡子佩西。嘿，你不能叫大胡子佩西，这跟我重名了。我叫大胡子托马斯。不，没有重名，你叫大胡子托马斯，而我叫大胡子佩西。太像了，算你倒霉，快交出你的金子。做梦。那就让你尝尝我炮弹的厉害。不，先尝尝我的吧。等一下，我的炮弹呢？我的炮弹去哪儿了？你没有炮弹了吗？我有，开火！裴西，多谢你的炮弹。哎呦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开火！好险啊，大胡子托马斯。哦，抱歉，大胡子佩西，我们可以一起组队寻找海底的宝藏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托马斯，这就是我们的海盗生涯。